这个车第一个是谁？贝尼斯。啊，我第一个。打打打打。对。第二个。第二个阿卢。哇。第三个。他是不是在震动？没有画面。阿伟。第四个谁？好，记好编号。幸运小子是不是也要？第四个是我，好，那最后一个就是，这就是你啊！答对了，我在 C 了，我正在 C 了。好，来，好，一号是，所以一号是 Dennis。第二项规则的话就是镜头自选，然后闪灯自，闪灯的话最后选两个自选，对，然后总共十五分钟，隔十五分钟也包含 C 灯的状况下去做拍摄 ，perfect。来喽，开始喽！要飞个14分钟。可以再回来一点。帮我。好，先这样。然后一角伸，等一下这个椅子微微三角形。很好。眼睛再小一点的，对不起，我眼睛太大。这是优点嘛？这是称赞。是鸟叶配啊，然后帮我屁股有点再歪一点。再出来一点点，我们看看。好喽，好，先看镜头几张哦。这有一点后躺，然后有金柱的感觉，有点像这样。然后帮我看一下远方，对，看门把那里。哒啦，好难哦。对。OK，Dennis 的部分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满身大汗的结束了。第二个。领导真的好难哦。你先坐一下。好，这一轮是阿鲁的回合，开始喽。他的是35定焦。放两只小头上，都是很大。OK， 然后爆大。环保，然后稍微往前靠仔细。OK， 好。继续头发的，大概五分钟。不是，不要在外，手指直接手抓那个。对。Okay, 然后手稍微拆开一点，然后最多一个人，好，最多用两个。没有用抽签的，还有签网，千山百花呢？这里 OK 好。我提示他肚子肥肉而已啊。不行，要提示。摄影师的摄影师的是。出来。
好，当当，阿鲁的回合结束了，有点难。你是提高了吗？对啊。为什么有点难？因为在这边突然要，是阿伟嘛？对不对？是。他不用闪灯 ，AKA 主动捧你啊？他不闪灯，我不闪灯，我从玩摄影到现在，我90%不用灯，我觉得用灯的人就是。太强，我没办法超越，对，所以我不用等 ，OK。上面的啊对，那个补充，要这个要补充一下，我用的是那个腾龙的2875，以前我是还蛮喜欢用的，但是最近因为有了新欢旧爱就比较少用。没有关系，我可以50收。五十，好。对，就靠墙抽就好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会试两个方向，然后我先确认一下说哪一个方向感觉会比较好。嗯，然后对，我再决定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想好了。不是一只眼睛看镜头，但这有点困难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叫 Mask 把相机拿给 Model 说：“来这边来一张。”瞬间我，原来是自己哦。帮我先坐在地板上看，可以。他只有叫我拍。干嘛的？没有，他就是移，然后我就说，就他移移瞧一瞧，把他自己坐上那个椅子。等一下，不要逗我笑。然后把相机给 Model 说：“来一张。”以为他要给 Model 说。你帮我笑一个，有已经很好笑了。还帮我微笑，微笑就好，微笑，不要露死。最棒，结束。耶，有没有人要挑战你？有，我就去下一，我的那一棒就会有。我真的觉得拍完之后跟其实跟那个在户外差很多，因为说实话，我自己是比较偏向自然光派。怎么讲，就是不太会打光了。那是自然光的话，确实用2875的。就是你不打光的情况下，确实是真的是有难度的。那常常会就是说脸黑一半，常常是说脸会黑一半这样子。那在外面就比较没有这个困扰。确实，那我就觉得说，是不是该学个打光了？心得，对，打光，打光，没错，打光。我是第四位，然后我这次想用35的焦段。那可能也许会用到20的焦段，来拍一下 model。对，好，够够够够够，好开始，可以帮我躺上去吗？计时可以开始按，躺跟刚刚一样。对对对，然后。对，
然后头歪过去，太歪，好。有点角度，再前面再前面，对，然后再往下去，这样吗？对，这比较多。好，闭上眼睛。微笑一下，过。好。OK， 我拍完了。水滴结束了。拍完了，可是没有用到二十啊，想说可能时间不够，就用上尾。拍到底，对，好，今天就这样。好，现在换我了，我现在一样用三五，那一雪前齿这样。好，等一下就是再一次挑战一下。好，我们开始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好 ，Let go。我没办法嚣张起来。有时候感觉是一个。刚好前三名是不是，然后到现在还有在联络。脚尖的，脚是中间的。然后早点说历史。对 对, 對，没有历史。先放上。神预知未来那种感觉。预知未来，放他的就是。我爱你掉。就是，我开玩笑的。我感觉到，我感觉 model 有点眼神死了，就是好累哦，结束了没？因为他手指很硬，他手指。你看那灵魂都飞出来一半了。手放松，右手放松。把他抓回去。对，有了。热舞要缩小才行，方便四个奶奶。哈哈哈！打回原形。手放到枕头后面，辱负你！大长拍，我们快逗他笑。他编着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的。是不是轻轻松松虐菜？司机吗？可恶！好吧，等一下看结果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结果了。对，那就是一辈子。等下直接用35了。啊，没有啊，我们只是在笑，上我准备要拍你，我想说怎样。我想很重，那个塞不进来，对不对？有一点。好吧，那就这样，从这边侧边好了，侧边。不要技术性一点，我会被打死的。应该会骨折吧，然后摔下来，完全是摔跤。哦，要重新接触喽。好，可以啊，开始喽。好。所以他播音是吧？而且这样不好睡。
变大了，有一点，难怪曝光变亮了。因为它已经变降到那个角度，加上只有一个，希望那一些，然后看那边，就是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有没有心得？Model 已经看完我们今天下午场的，那可以先快速的把我们分类一下，就是你觉得。比较喜欢的，不喜欢的。我先这一次，我不喜欢的先淘汰。好，先拿这两个先淘汰。好，拜拜。麦当劳还没下去。哎，再次声明一次，这个只是个人喜好，还有现场拍出来自己看的感觉哦。对。跟实力或那些都无关。好，这次比较明确一点，就第一个我比较喜欢。第一个哦，我们的 Dennis， 好，那你要删游戏呀，太尬了。好，那先讲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第一支还不错？第一支它的那个颜色的氛围，感觉抓的还不错。虽然说他说光不是很好，可是我不晓得，我看起来觉得还 OK 啊，我觉得氛围还 OK。没有，这就很像是考试前。讲说自己没读书，结果考100分那种感觉。我女儿，其实她的光的那个氛围，我觉得用的还蛮好的。哦，对，光的部分，光的部分。对，然后没有强调我腰间的肥肉。你说刚刚那一漂亮。不是，对，这几个，嗯，对啊。好，所以就是主要是光的运用，然后还有颜色，它的那个它拍出来的那个配色，我都蛮喜欢。看一下哪一张。哎呀，不愧是调光啊，调光师。在后段吗？好，例如这一张我还蛮喜欢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左上角这边会会放。到时候你要跟他讲是哪一张。对对对。对，就要记得这一张。啊，那卖鸟笼的那一张。配置大约构想是怎么样？我因为我新买一个雷达罩，然后我想说好有一个机会拿下来拿过来玩玩看。它那种雷达罩属性比较硬，然后比较聚光，所以可以。把重点放在脸上，然后后面想说打个色灯一个层次，但是我觉得我遇到问题一样是，因为平常都是拿那个变焦镜去拍东西，然后突然换三五的时候，我发现有时候要拍半身什么，角度只要稍微往上或往下，就有点微变形，就是会有点难抓那个角度。了解了解，所以我觉得最困难就是主要用一个雷达罩，然后去打出一个灯光效果，然后再配合另外一支灯，然后做一个。辅助灯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背景，背景蓝色，然后那个雷达照用有点 starlight 打的主题那种感觉。好，漂亮。我还蛮喜欢的。躺着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很好睡啊。很好睡之外，再加上就是它角度有抓好，很瘦的角度。对。躺着就是女生就是在意这个啊。女生没有在 care 你的什么光线或什么，没有那个身材一走样就完全不行。所以那一台的部分是德林吗？有的，好。所以德林这一次的话，这一 round 下午的棚拍主要是引导姿势部分加强吗？对啊，还是要再加强啊，就是不太好。对，姿势一些。Model还会再去训练，有的再加下去。明天开始上健身房。引导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。这一台的话是，这一台的话它比较亮，就是对比跟饱和比较刚好。嗯，哦，很精准的指出哦。对，小小会一点是 Photoshop。可以可以。那这一台主要是是谁买的？那是我的。这次因为这我们班蛮多次的，然后刚好最近也买了一个深口罩，就是就拎了深口罩，所以在就刚试过还蛮不错的。防疫期间多一点深口罩。对，要帮你上蔡哥的那个 DJ。
生口罩部分延展性比较多，对对对对，大部分应该就是以展现曲线部分会控制的还不错吧，对，这样看下来好 OK。 可是我觉得这样跟前一台的那个色调，我喜欢的那个色调是差不多，就是比较明亮的，饱和度跟那个对比是比较刚好，就是听雨工作室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四环就这边棚主，那有需要也是可以预约，然后跟人这边今天的彩妆部分，然后 model， 明白？对对对，然后今天的所有摄影，我们之后上面都会上 IG 跟 FB， OK？ 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欢迎收看影视飓风，耶，结束。那个阿唐，你要那个脚架布，很可怜，那个脚在打开脚，在抖了。